阮这排路边摊，一个往南，一个往北，啊，阮大家吼拢是无意中来熟识，啊，大家嘛讲，哎，以后再搁相找，啊，大家以后吼，再等到啥物时阵，才有法度搁见。OK， 咱若有一天咧，若我打落机会发展吼，我就甲这好朋友苦苦合作伙，大家来拍拼事业，大家来赚大钱。安尼看到你遐尼啊紧张呢？不是紧张啦，是心中。老板，好啊，真久无看。俗话讲哦，立得多成道理。伊讲有一挂人想讲，等下我成佛，啊成菩萨了，我才来度人，才来救人。安尼哦，会错失姻缘的。好啦，既然哦，你想要认真冲，那呢，我嘛只好对你那边。十一月一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大爱年度剧展《路边董事长》。